喽。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今天的实况台，我是张小颖。那我今天一样开点击解谜的游戏，因为我怕如果开别的游戏的话，我怕时间拖太久，因为我今天礼拜三嘛，我下礼拜一二可能有一天会去逛妈祖绕境大夜市，可能会去看妈祖绕境，然后礼拜三又要请假，所以我怕玩不完，所以我们就开这个吧。那我肯定要玩专家呀。How do you know Theseus actually killed the Minotaur? 是什么鬼啊？米诺陶诺斯。Pamela, are you all right, my dear? 这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前情提要被我跳过了？为什么我怎么觉得好像 ？This can't be coincidence. All sorts of things have happened since Robert brought that blasted thread here from Crete.Strange noises, things falling, that accident last week, and now hooded men are sneaking about. 奇怪，这个难道这是但是我没有一呀。他的确没有所谓的一呀，还是我一？我很久以前玩过，但是我忘了。不管。After that man left, the faucet started glowing.Can you help me open it? The key should be in my office. 阿里阿德涅的线团，这是什么？反正整个主角大概是一个考古学家。找到钥匙，帮我检查线团。米诺陶诺斯总是看到红色。Hello。这个我真的可能前面我可能真的跳过了些什么东西。因为我怎么好像看不是很懂他现在在干嘛，反正他好像从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这可能是前面的那个之前的剧情，但是我可能跳过了，还是怎么样子的，还是他可能有第一集，然后这可能是第二集，也有可能。这是什么呀？澳洲。小袋子，和尚的小袋子。这个反正呢，它肯定就是一个谜。我刚点了什么？
这个应该是那个。我现在才看懂，我只能说。我还想说那个书为什么会一直闪？答案。说真的，玩了这么多的游戏，光刺客教条我就不知道杀过几只牛头人哦。阿德涅的线团，融化。阿里阿德涅的线团是什么意思？是他走迷宫的时候用的线团吗？是这个意思吗？哦，但这个线团感觉腐蚀性好强啊！我是阿里阿德涅的后人。所以我现在要什么？古代印章。这是一个正在斩杀牛牛吗？大多数人都知道米诺陶洛斯，但是只有少数人才知道迷宫里真正发生了什么事。甚至提修斯认为他杀死了米诺陶洛斯，但是他错了。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引导他通过了迷宫，但是没有线团的魔法水晶，他的剑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毁灭米诺陶洛斯。所以是。这个剑搞定了米诺陶诺斯啦，这是他的牛逼环吗？嗨，你的牛逼环来了。米诺陶罗斯的灵魂留在他的身体里，但他并没有死。他的灵魂在迷宫里游荡，等待着2000年以后，行星排成一线，他就能跟自己的身体重聚。只有阿里阿德涅的后人才可以阻止他。他的后人必须用魔法水晶的能量浸透线团，然后摧毁米诺陶罗斯，否则就要面临毁灭。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哦，是要放在这个。这就是行星连成一线吗？可以更仔细的查看预言，预言在哪里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要破窗而入？不是啊，我们被盖布袋了。为什么？为什么要盖我布袋？什么？他们对他做什么？你们对可怜的老馆长做什么？这个可怜的小老鼠，你看起来很饿哦。那我也很饿哦，但是我很饱，现在一点也不饿，放过你嘛。
而且我不想吃老鼠。啊？这什么意思？挂钩不行。嗯，调查阿里阿德涅的家谱，找到任何活着的后代。让我看看，所以这个是他们家的家谱吗？太像哦。这个好一点。反正我们主角肯定是阿里阿德涅的族人的。那其他人可能都已经被干掉了吧，我在想。这个图案那么奇怪。啊，等一下。这个是这里的。不太像。OK。线团。任务。这最好是，好吧，他高兴就好了。好嘞，喂老鼠啦，吃吧老鼠。哇塞，这个老鼠这个手脚比例有点怪。他的手好像有点长，但是老鼠应该是手应该是不会那么长啊，怎么会这样子呢？老鼠我需要一个足够长的东西。那就很贴心了。这个锁真的是搞笑的吧，我的天。你是谁？ Come on, close that trap door and help me move this statue over it. Hurry, before they see you're gone. 啊，等一下，我被关在我们自己。我被关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博物馆。这又是谁啊？罗伯特又是谁啊？这应该是我们之前玩过的环节吧，但我真的不记得了，玩过太多解谜游戏，我根本不记得了。我们先去Crete。好，我们先要勇闯迷宫。刚刚看到什么？这是什么地方啊 ？Sorry, Pamela, my ship's not ready just yet. Honestly, I wasn't expecting to head back so soon. Can you refuel her for me? Don't worry, I'll handle the rest. 我应该是错过了100集吧。
我要先打开罐子。撬棍不行吗？这个看起来很像开罐器啊。嗯，罐子。升降机，安全服，一个钥匙，一个炸药，我应该要拿一把剪刀，好。这是什么？哦，安全服。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很像衣服啊，但它不是吗？我怎么突然觉得好像今天有一点变冷啊？我现在感觉好像有一点凉。哦，直接可以点。红笔，好，等一下，这个游戏居然限时间。25，我必须承认，他限时间让我有一点紧张。Great, let's get out of here.Before those hooded guys catch up. 他这次的游戏走的是那个希腊神话路线。这是什么动作？The sect members must have left the museum by now. I'm going back for my father's body. The labyrinth has to be closed. 他长得 Please, find the 是很像人类啊。Stop him from absorbing my father's soul. Here, take my mascot coin. It might bring you luck. 不是他爸还活得过来吗？我说，都已经被称为是尸体了，应该就没了吧。但一般来讲，这种游戏如果我可以把灵魂塞回身体里面的话，一般来讲不是可以活过来吗？个榨汁机。这个不能用水的吗？挖掘现场。Hello, anybody? Hey, hey, you! Help me! I'm down in the pit. 这家伙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我需要操纵一个升降机，但是这里有升降机这种东西吗？
哦，阶梯。一个装饰不见了，木质发声器是什么？火炬。通常在这个地方的火炬，不是用来烧虫，就是用来烧植物的。木质发生器是什么东西？而且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动啊，我还差一个木板啊。好，现在有很多的杂草，给你一个火炬。给你一个滑轮，那怎么着？我是不是需要绳子？一个三叉戟，榨汁机。拿不起来。宙斯是一个使用闪电的大师，这不能敲敲吗？我实在有点想知道木质发生器是干嘛的。但这边好像没有东西。缺少一个银剑，应该缺少这个东西。我得想办法上去。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木板。那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把这个人救出来？现在有火把，但是火把好像，哎，等一下，这个叶子居然可以拿，但是拿叶子有什么用呢？拿去火堆烤一烤吗？玉桂树叶，玉桂树叶，毫无反应的鸟，玉桂树。这个拉不出来啊，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感觉是那种甩甩甩给小朋友玩的那种玩具。但是我现在得想办法出去。这个玩意儿，也不能当阶梯用啊。那月桂树叶能干嘛？完了完了完了，我居然开始想睡觉。感觉会引起注意的。难道我不要引起注意吗？走开！但是没有办法烧他们啊。木质发生器。看看啊。
战士。他在挖掘什么东西？太阳。大剪刀不完整。嗯，一个矛，他用长矛不能把钟撕裂。头盔需要一个 mark 吧。半大剪刀，大剪刀可以剪，大剪刀可以剪什么？它应该是需要锤子吧？那大剪刀是要干嘛的？哦，我是不是应该帮他找一个壳？他无家可归，所以我得帮他找一个壳。壳，啊，跑路了。接下来把这个人救出来。探险家，你好啊，你是谁啊？ Thank you. I fell in while I was working. 真可疑啊。I'm Daniel Lang. 丹尼尔·兰福德。Are you a friend of Robert's? Then I should give you this. I found it down there, and Robert. 他跟线团有关系。哦，好漂亮耶！或许我可以把它融化掉，我都忘记了我还有融化这个功能。Shimmers， 这难道是一个进阶版的？这难道是一个进阶版的华容道？啊！为什么到哪里都有华容道嘛？我还是要声明，原来这个华容道可以这样子跑啊！那这难度岂不是大大的降低吗？等于是我可以像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很有效率的应用空间耶。这个华容道怎么可能留这么大一个 bug 在这里啊？这不是等于我可以随便走吗？你真的吗？让我玩这种，这也太瞧不起我的智商了吧？就算我现在。
很困，困到眼睛闭不起来，也不能这样啊。刚刚在干嘛？ According to legend, only the chosen one can enter the shrine because of the protective spell. But I never thought it was true. 双耳瓶给他一种特别的满足感。天啊，这什么？一个超大的香水瓶吗？Hello，Hello， 这些钉子太牢固了，看我的！这里有三个硬币，这块板的另一半在哪儿？我先去把那个板给装起来吧。哦天哪，我现在好困哦，我为什么今天又这么困嘛？钉子、锤子，我现在真的眼睛又要闭起来了，我现在眼睛真的睁不太开，太夸张了。啊！哈哈哈哈哈！这个不是，是我今天太累了。我中午还开会，没有休息。实在是因为我中午还开会，而且我因为我时间关系，我接下来我可能没有时间啊。这是什么？我现在没办法看，那是什么？我对，因为我下礼拜三要出差嘛，所以我下礼拜三没办法开啊，因为我要出差。然后我下礼拜一跟礼拜二可能会有一天会休息，因为下礼拜一跟礼拜二是妈祖绕境。那你也知道妈祖绕境大夜市是我每年都很期待的夜市啊，对吧？大家都知道的吧。当我需要烟熏器的时候，烟熏在哪里？没错，烤猪啊，今年也是很期待今年的烤全猪啊。我今天还跟同事安利说那个烤全猪真的很好吃。我每年最期待的就是一摊那个烤全猪啊，我每年最期待就是一摊烤全猪，还有一摊烤山猪肉。那一摊烤山猪肉是用大的那种圆形盘子烤的，哎，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那一间的烤山猪肉跟那个我说的那个，这是什么？跟我说的那个烤全猪是很好吃的。而且要说想吃的话，我这两天一直很想买干果鸡。我昨天有讲，我这两天一直都很想买干果鸡。我已经快要控制不住我想买干果鸡的手了，你知道吗？每天都在抖，超级想买。真是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快要控制不住我自己的手了。这是干嘛？不行吗？要放这个？哦，不要补，要先补全板子。宙斯装饰。所以我下礼拜一、礼拜二可能至少会有一天。可能啦，还不是很肯定，但是很可能会有一天会休息。
看我到时候的情况吧，也可能两天都开，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比较早休息，那我下礼拜可能礼拜一、礼拜二就都还是会开。对。但是如果我玩别的游戏的话，我的时间会不够。这是什么？油跟月桂树叶。那油应该是要用炸的吧？所以我只能先玩个点击解谜，因为它比较不占时间，我可以三天搞定。但如果我开别的游戏，就不好说了。不然其实我还有蛮多游戏可以玩的。这是要干嘛？点火。这是谁？You are the chosen one, and you are here to stop the Minotaur from reviving. But first, you must. 放心哦，依照惯例，我今年也会拍照给大家看一下今年的烤猪的。我每年看到烤猪，好像都会拍照给你们看。米诺陶洛斯的母亲在他刺杀了米诺陶之后，试图保护他儿子的身体。啊，他妈妈也是一只牛头人吗？他用波塞冬的力量隐藏了迷宫。波塞冬。She also designated a Gorgon to guard the labyrinth, but the Gorgon's power was a double-edged sword, since it could also be used as a weapon against the Minotaur. She then established the Sanctus to facilitate the arrival of her son. To do so, they needed to collect seven spirits and kill the chosen. 哈哈，这个是。等一下，好像我怎么觉得好像不是很 match 啊？The Minotaur's body lies in wait for the planetary conjunction when he will be able to reunite with his soul and take his revenge. 行星连线。啊。啊、哦，好，原来故事是这样的，在我家好像看懂了一点呢。那我要怎么阻止他呢？先去毁了他的尸体吧。哇塞，生抽灵魂啊！哇塞，怎么突然那么现代化？你有这个有点。这有点破坏我们的那个，突然本来不是魔法世界的吗？你为什么突然拿出了炸弹？这，突然就科学了起来。那咋办？一个出路。啊，我真的好想买干果机哦，到底要不要买呢？到底要不要买呢？
然我并不讨厌蛇，可是这么大一只还是有点毛毛的。这个是在这里吗？怎么看起来这个都有点像啊？这个妹子应该。对，他可能这个是在那边的。然后他的头毛，然这一块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好像是这样子的。好像是这样子的。哎，等一下。像怪怪的，还来，这个鱼尾巴，有点肥，好像有点好吃。这一块。哦，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海妖或是什么的，在礁石上，在礁石上弹琴。这个，哪一块是他的背啊？这一颗是他的背，是他的手。哦，这样。这样，
等一下，这难道不应该是一个？那个是船头，那这个呢？是船尾吗？看看哦，这根杆子应该是在这的。哦，是这样，是这样吗？应该怪的，应该是这样吧。嗯，好多。这里有一块，我居然一直忽视那么大一块，真的是有点困了。这边还有一块，啊，这边还有一块，等一下，哦，天哪！我决定，我到九点我就要休息好了。我现在真是有点困。我希望教会不要注意到这些石柱、水晶戒指，然后这个把我们传送的迷宫。还想说太阳这么大一颗，结果这不是太阳。这是谁？ You have the thread. You must be the chosen one. Be careful. Medusa attacked our village. 美杜莎。My friend Hephaestus, can you find some herbicide to free me from this ivy?找到除草剂，没有车走不行。有点可怜啊，这位要被吃掉了。笑得就像一个坏人。狗公，你的主人都出事情了，难道不应该先放我过吗？这个被封住了，那我现在应该是搞不定。我不会擅自闯入的，哈？你跟我说这个，你不会擅自闯入别人的小屋？鸟食、抹布。哪里有鸟可以让我喂鸟食？这狗应该不吃鸟食吧？这这这狗应该不吃鸟食啊！我觉得丢鸟食应该它也不会吃啊。
了事。把钥匙，一个夹子。那我可以干嘛？我有钥匙，我可以开他们吗？可能不行。那我可以开这个吗？刚刚还说不会随便闯入。锯子，锯子，锯子啊！好，我可能还要加一点东西，除锈喷雾剂。跟这个花有没有关系？嗯，嗯，密码，装饰，密码。现在我只要输代码，所以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口井很干燥，像骨头这么干。但是我要怎么办？我是不是只能选择下去啊？右手拔不掉，你觉得？哎，这边是不是可以挂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先去装点水，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装水。开塞瓶，嗯，骨头、铲子、花朵、桶子、除锈喷雾。我不会擅自闯入的。这狗还在那边叫，前面也过不去，我只能……哎，嗯，空桶，哪里有水啊？好像。这里有水吧？那好像没办法。它少了螺酸。这个植物快渴死了。那我应该是要去给它浇点花。可是我哪里有水呢？请帮帮我的朋友。啊，这个，我觉得水应该在这底下，但是我好像下不去啊。抹布、花朵装饰，看起来也不像是有功有不有不像有功能的。这种狗应该要给它东西吃，然后引它的注意力。嗯，等一下，嗯，还有哪边我还没点啊？这是他在叫吗？不至于吧？
塞砖瓶花朵装饰。哦，这个等一下，因为不行，我现在好像真的有点困，我现在有点眼睛睁不开了。虽然说再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就又会精神百倍，但是至少现在我其实眼睛有点张不开了，我可能不行了，各位伙计们，各位兄弟们，我感觉我好像眼睛张不开了，我觉得我需要紧急的躺一会儿会儿。锯子，不能直接锯开吗？什么声音啊？好吓人哦！句子，我决定，我可能先稍微休息一下，我可能先去睡一下，因为这现在真的有点夸张，我现在真的有点困，我现在真的脑子没办法思考，这个有点严重啊。差不多时间也到了啦，我本来也是预计今天先等到9点嘛，那如果我。哎，反正我先找9点。那如果我接下来打不完的话，我尽量可以在礼拜二就打完。因为如果不行，我真的只能等回来，因为我没有时间了。礼拜三要出去了，这个可能锯不开，我觉得它应该是锯不开的，不太可能锯得开的。好吧，那我真的先去睡一下好了。我天哪，我好困哦，我先去睡一下，我真的快不行了。我必须先去睡一下，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好了，真的，我真的不行了。我们明天继续哦，明天继续哦。我们看，哎，不对，明天我不能，明天我不在。我们礼拜一继续哦，我们礼拜一继续哦。那谢大家，礼拜一见，拜拜。